年一年一度的这个我们国庆的庆祝活动，还有我们的侨运会这个开球仪式，今天呢这个记者会我们正式开始。首先呢，我想有请我们华人侨团联合会的主席乔丽华主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活动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大家欢迎。尊敬的各位媒体记者，各位同胞乡亲们，各位侨领女士们先生们，尤其是尊敬的我们大侨团的几位领导正式席主席还有我们这个林慈飞主席以及这个我们侨联会的各位常务副主席，那个还有那个傅松华主席，还有几位侨领导。我刚才也跟大概两小时前跟梁冠军主席通了电话他本来说是要参加的，因为他有急事刚刚飞到国内有事情他也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总顾问。大家下午好。好。谢谢。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喜迎伟大祖国70周年庆典第三届美东侨学体育运动会开球启动仪式。本人是乔丽华，是美国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主席，也是美国东部华侨华人留学生及各界人士体育运动会组委会主席、总策划、总指挥。我仅代表上述两会欢迎并感谢各位政界的朋友、侨领、侨胞，尤其是大纽约地区的各位媒体的记者们，今天出席这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现在我宣布第三届美国东部华侨华人留学生及各界人士体育运动会开球仪式正式启动。家有能带的都带了，有带乒乓球拍的、羽毛球拍的我们这里还有这个刚才我看黄慧琴黄慧琴秘书长带了乒乓球，还有那个我们赛事副总指挥许德道奶带了网球拍还有呢就带了那个羽毛球拍的，就是追沈崔崔志深也是我们的赛事的副总指挥很好。我们正式了，从今天开始呢，就拉开了喜迎国庆、办好侨运、奋进新时代的序幕。好，我们还有我们的杨主任，就是我们州参议员的这个代表杨主任。好，我们继续我们的比赛分有点像是上半场和下半场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gram 这个分了场外赛事及场内赛事。场外赛事今天正式启动，其中包括六球一泳一摔跤。六球指的是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和中国式民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今天就接受报名，到8月15号截止，之后就进行比赛比赛的话呢，从8月15号比到9月25号，40天的时间已经很充足了那么我们比赛的结果呢，
这个我们会这一次很重视，把他的名字啊都会交给大纽约地区的媒体，通过各报啊，包括电视节目呢，要把它表彰出来啊，哪些哪些队获得了什么什么成绩，并且呢，我们打算做一个美国东部地区侨学各界人士体育运动会的一个专门的会刊，将要把这个我们的历史上的从第一届、第二届，这一次是第三届，所有的花絮、照片、视频啊，汇集成册啊，作为一个还有获得名次的都是哪些哪些哪些，都把它登出来啊，希望大家呢啊都能够积极参与啊。本届运动会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美国华侨华人留学生各界人士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将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庆典的到来。美国东部侨学体育运动会是由美国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主办，由数十个侨团、北美高校联盟、商家、企业家联合会以及商家公司来联合主办，由几十个协会、侨团、留学生的团体共同协办。联合会主办的条件定于如下：联合主办1500美元，将获得颁发侨运会卓越贡献奖，参加火炬传递冠军，未办冠军的获得者颁发这个颁发奖。协办的条件是1000美元参与，获得侨运会杰出贡献奖。协办单位奖以及参加火炬传递以及为亚军获得者颁奖的嘉宾，500美元者作为赞助，是属于这个叫赞助啊，就是获得了侨运会积极的贡献奖。那么我们预期呢，在下半场，也就是美国东部这个侨学运动会啊，将定于呢2019年10月13日上午9:30与下午5:00，在皇后大学田径运动场啊，这个隆重的举行。到那个时候呢，各种奖项都在那个时候颁发。我们为了鼓励大家在赛事完之后呢有一个颁奖的仪式，但是这些奖都要由通通要管理起来，到时候呢还要在大会上表彰，并且站到那个奖领奖台上。美东侨学体育运动会的主要领导机构，组委会主席、总指挥、总策划乔丽华，总顾问梁冠军、陈北平、施前平、苏放光、李学伟，顾问郑思琪、福松华、陈孝忠等啊，因为报纸的篇幅有限，很多侨领的名字哦，林思飞刚好加上去啊，这个就不写的他这么多啊，因为报纸还有一个篇幅。侨学运动会的宗旨是欢乐祥和、团结奋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爱我中华、自强不息、中美友好、世界和平、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的口号是中华儿女一家亲。侨学运动会的意义在于通过打造美东侨学运动会，
做一个品牌的盛会，持之以恒，做强做大，持续发展下去，极大的激发海外侨胞的爱国主义热情的精神，促进融合交流，释放正能量，从而展现新时代新风貌新潮社新作为。奖杯和金牌全部有80座金杯，90枚金牌、银牌、红牌，价值3000美元左右，由本人捐赠。报名时间及赛事，场外赛事六球一泳一摔跤今天起接受报名，8月15号截止进行比赛，9月20号成绩要出来。好，现在我们目前是这么一个规定。那么场内的赛事包括哪些呢？场内的赛事包括拔河，男子和女子100米、400米、800米、1500米，短跑、中跑和长跑，400米接力赛、竞走、跳远、娱乐比赛等项目。这些项目呢，都必须在田径运动场之内举行，因此我们把它这个说，把它呢分为一个场内赛事啊。那么这场内赛事呢，一定在开幕式那一天举行。开幕式那天会有6大项目啊，一个是运动场，运动员大概会有60个方块左右啊，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出来啊，所以希望大家条件踊跃报名啊。在走出来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每一个桥团走出来呢，可以在中间做一些适当的表演，并且呢有一个60到100个字的解说词啊，它是代表什么桥团。那么第二呢，进行升旗仪式。第三是总领馆的领导呢来宣布开幕式啊。第四呢，就是进行这个大型的文艺表演啊。当然第五呢，进行表彰以及获奖者呢来颁奖。第六就是火炬传递啊，然后呢紧接着就是现场的这个比赛啊。那么现场比赛赛完一个，我们就颁奖一个。我们预计将会有近1000人啊出席这样的一个盛会啊。一个运动场其实呢有1000人是可以挤得满满的。此外，再宣布一下侨运会的主要负责人，这个项目主要负责人，希望各位报名登出去，因为他们会有报名的啊。这个六球篮，其中是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还有这个拔河比赛，还有这个游泳比赛等等的，他们的总召集今天都在这个会上啊。那么他们的名单呢，等一下我现在念一下啊。这个我看有你念吧，有你念啊，我念。第三届侨学运动会的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总指挥乔丽华，电话呱呱呱，就不用讲了啊。这个赛事总指挥呢，易继军，站起来。电话扔出来了啊，电话就不说了。然后赛事副总指挥徐乐道，站起来。赛事副总指挥崔志深，Jason崔，电话也会登在报纸上，希望登出来，因为他们会有报名的，他们会直接找他们。啊，电话都有，就写在这儿。等一下发给你们。有的。有吗？你们看到了吗？我信封稿没有，还没，今天才给我的。行，等一下发给你们。好，大家我现在继续念啊。羽毛球比赛总召集崔志
森 Jason Chay， 网球总比赛总召集人许乐道，篮球比赛总召集人易继军，乒乓球比赛总召集人谢义珍在国内，这里的老板，乒乓球赛总召集人也有了，副总召集孙丹，游泳比赛总召集王建英，足球比赛总召集朱光日，朝鲜足球交会了，他可能要晚到。当然，我们这里还有科大的留学生 ，NYU 的留学生，他们会晚到。但是我说你们晚到可能就赶不上这个活动，但是他们也会来的。足球的比赛的总召集啊，已经讲了。排球比赛总召集刘红。拔河比赛总召集黄慧琴，女子田径比赛总召集王建英、宋玉华，男子田径比赛总召集郝传东、德清活佛，再加上焦胜安。安保志愿者义工部部长焦胜安、张宝新，负责迎宾礼仪工作的负责人刘红，宣传部负责人刘美华、阮可山，秘书处黄慧琴、宋玉华，后勤部马洪宝博士、刘东明部长、高天天，美国叫天天高，美国都反过来说叫天天高。那么现场高嘉怡，高嘉怡，对对对，我叫高嘉怡，不是高天天，不是高宝宝，我的网名叫天天啊。大家好，各位多多指教。好好好，高嘉怡啊，那个现场还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位，也是这个陈明老师自己自报奋勇说的，他是叫现场奖牌的总监管，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谁呀？哎，陈明老师走上来，上来这边还有位置。对对对，来过来。我好像还有漏掉的，漏掉请大家加上，你把那临时费加上去，加上那个。外联为什么去年？乔林华主席开那个会丢了好多奖牌，所以我今年我帮他好。外联，哎，哎对，外联部，外联部，外联部部长朱艳颖，好，是新会员，新会员，是美国纽约大马侨胞同乡会的会长朱艳颖，谢谢 ，Leslie。朱艳颖，这个是非常活跃的，是大马这个同乡会的啊，非常好。张杰胜，张杰胜的，张杰胜呢是我们美中侨学运动会这个开幕式呢文艺啊，这个还有这个梁坤田呐、啊，做这个总召集人，演出总召集人。谢谢谢谢，还有漏掉谁的没有？秘书长待会补上来。好的好的，可以吗？谢谢。好，我自己啊，我自己有，自己有，我自己已经有了。那个，那么刚才已经把时间、地点啊，那个内容啊，包括这个举办的目的、意义、口号啊，这个我们达到的目的等等呢，都已经向大家做了一个报告。啊，希望我们大家呢，在美国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优秀子孙啊，儿女啊，在海外呢，
就是热爱生活啊，充满正能量的这种侨团的这种啊互助精神啊，然后展示给世人。事实上，在美国呢，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虽然有一些足球，有一些乒乓球，小范围的你打打我打打，那么在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还真没有谁哪个侨团呢，那么联合在一起来举办这么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啊体育赛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侨民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为大家鼓掌，谢谢大家。好，下面因为时间的关系，记者呢要赶下一场，所以我们先拍一个合照啊，我们这个大合照，请下面这些来的那个各位来宾都站在我们后面啊，或是愿意的话就坐一排在前面啊，你们都上来。显示我们侨胞的力量，快上来，前面坐一排，后面站一排，那全部都照上去了。OK， 要委屈一下，谁想在前面的？啊，委屈一下，可以啊。要不用搬椅子，不用搬椅子，就坐在地下，地下是刚搞完卫生的。美女小姐都往前面来。对，都搞完卫生。不会脏的。我找不到，我要站在这位置上。我是在那个《华尔街时报》的，我想做一个报道，然后是报道，有点报道。大家等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开球仪式，要把球拍举起来。第二。奋进新时代，这些个字啊，还这样这样这样还好一点，前面的人拿着，你们都上来，都行，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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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有个墙在那边，因为这个墙在这里照不到你了，不要弄脏，因为这个墙在这里，你可以站在放在前面没关系，但是对你不可以，对，奋进新时代，看看Becky， 你拿一个纸，我给你两个纸，这边断，好了，快点，我好脏了，好了，黑猫，好，高一点没关系，后面的女士高一点行吗？没了，对，开始，呀，这样，朋友们，吴经理，好，看了，好，准备啊，后面好了没有 ？OK， 好，准备啊，好，一。二三，哎呀，奋进新时代！一二三，奋进新时代！那个等一下啊，那个先生，我在录像，你这头把那个镜头全挡了。再来，一二三，你头不能这样，我在录像。奋进新时代，照相啊，你录像。好了，哎，那个谁啊，你照拍你的，你不要管人家。来，对，你拍你的。一二三。一二三，哎，助理，你照好了吗？你们叫你把那个林慈飞加上去，部位。还有那个张铁胜啊，我补过去的。助理，我补给你，我补啊。好了，拜拜。没了啊，我们侨联会的。常务副主席
天津总商会的会长刘红给我们发言，他是我们这一次侨运会的得力的共同主办单位。刚才曹主席也讲了，共同主办，你知道这个钱是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先让他讲话，大家欢迎。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你们今天能来到我们今天第三届侨运会的现场，来给我们打气支持。那我作为华人侨团联合会的常务副主席，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次的组织活动。那我也是第一个报名作为我们的联合主办单位赞助我们这次运动会的1500块。好，小主席那天他发出那个信息以后，我立即马上就报了名，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华人高兴的事情。因为大家可能有共同的感觉，在咱们华人社区呢，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呢，作为体育运动的这个活动，只有我们侨联会每年按时的举办，真的很不容易。每一次举办这个活动，小主席都是费心费力。那这一次呢，我们准备了哈足够的奖杯，那小主席这次把这个奖杯都提前的运到了这个纽约，所以呢，我想这一次能够通过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让我们广大侨胞都了解到，我们得到这个侨运会的奖杯，其实是一个我们华人华侨的一个荣誉，而且呢，也是对我们华人华侨在海外的一种鼓励和宣传。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记者会，我会有更多的人报名。那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参与，告诉家人，告诉朋友，能够积极的来参与这次侨运会。希望呢，我们这次预祝我们这次第三届侨运会举办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下面呢，我们有请我们民选官员的代表，因为我们那个州参议员Stavisky 今天很忙，他派了他的办公室主任杨文文代表他来参加我们这个开幕式，大家欢迎我们杨主任发言。好，大家好，我觉得特别荣幸，我是第三次参加这个侨运会的新闻发布会，每年我都有参加，那每年我都能看到队伍不断的壮大，人数不断的增多，项目也在不断的增多，我知道这背后凝结了在座每一位这个心血，也恭贺新加入的这些团体能够加入到这个大的组织来。那我知道这种活动举办起来非常费心费力，然后天气又蛮热的，然后在这个 Queen's College， 去年还在 Queen's College 是吗？没错。是需要非常多的人一起来通力合作，在这个乔主席的领导下，您非常有力的这个领导，要不然我觉得大家也都会挺怕的，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就因为也是信任您的领导，大家愿意团结在您的周围，每年都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对吧？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因为它能给很多我们各方面体育，不单是专业人士，还有体育爱好者一个展示自己风采、展示自己精神的这么一个舞台。我觉得我们华人侨团里面还是人才济济的，据我所知哈，很多男士都非常的在体育方面还蛮有特长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也是感谢我们的乔主席，感谢各位侨团的领导来我们一起来鼓励，把这个侨运会正好也是庆祝大陆中国政府成立70周年这样一个大的活动，像为我们的社区整个振兴一个新的面貌吧，对不对？对乔主席还有我们的刘副主席表示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杨主任。下面呢，我们有请我们恰拉烫来的福建红山会的会长主席，我们郑思琪主席每年给我们的支持和参与，
啊，所以呢，我们先让他来给我们发言，大家欢迎。尊敬的乔立华主席，尊敬的在座各位常委、各位嘉宾、各位运动员，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啊，今天非常高兴受邀来参加今天喜迎新中国建国70周年美中桥学体育运动会开球移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此，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及全体同仁，祝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在伟大祖国7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在这异国他乡举办美中华人桥学界体育运动比赛，尤其现实和长远的意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生命在运动，运动会不断能启发鼓励人们积极进行体育锻炼，让健康促进，而且还能促进个人与团体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友谊。乔立华主席举办这个体育运动比赛，历来都非常精彩成功。在此，祝愿这次体育运动的活动更加精彩，取得圆满成功。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乔立华主席，他这么多年来都为我们这个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我第一次到今天看到队友们越来越多了，你看新的那些面孔都是这样子多起来，是吧？是，我们都一起的并肩作战，并肩作战。对对，所以我也非常支持，是我有代表我们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各位同仁。真的，我们跟他说以后都非常支持。去年也来了10个了，支持好几届了，好几届都参加。宣传部表扬一下，他支持好几届了。对，在这里我也代表我们同乡会各位同仁向乔主席表示感谢，因为他做这个节目非常特别了，在这么多的活动中，我也觉得这个是也非常有意义，非常好，对我们。羡慕，羡慕，因为那个必须站在这里，对，还有一个不排斥你，哇，大家都非常辛苦，所以在这里再次祝愿你们这次的赛事圆满成功，并祝在座各位嘉宾、各位侨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宋主席。好，下面我们请我们的福建总商会的林思飞。主席讲话，大家欢迎。首先非常感谢今天受那个乔主席跟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的邀请，参加第三届这个运动会。我的真的我在每一届第一届第二届一直看过来，真的乔立华主席和他的团队付出了很多。那我今天呢，我在这里呢，我也非常高兴跟大家说了，我觉得我们呢在9月份跟这个月份一共的，本来大家都是说双喜临门，今天呢我感觉了有四个喜呢。OK， 第一个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华诞，第二个是中美建交40周年，这也是我们在美国跟美国的侨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跟美国友好下去。第三个喜的是今天。就前几天我们看到的
纽约州通过的纽约州中国日，是不是大家都很高兴？这是说明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希望我们的两国更好更友好的下去。那第三个呢，第四个呢，真的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朝运会一直以来办了这么多场，又办得这么好，特别在乔立法主席还有秘书长王秘书长等等，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多，并且你看他们那么早，就是从现在开始都要准备，真的值得我学习的榜样。真的我以后也会更好的努力为我们社区服务。预祝这个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下面呢，由我们那个下面由我们这个美国酱江同乡会，还有金阳国际集团的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傅松华会长给我们发言，大家欢迎。谢谢各位，很高兴今天能受乔立华会长和运动会各位领导邀请，参加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一句话说，生命在于运动，所以呢，运动会搞这个运动，你从过海外的各国各社区都没有一个地方能搞好像我们经过大型大规模那个运动会。所以乔立华主席哈，跟你们各位搞了几年有声有色的运动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给中国人来说，对身体锻炼啊，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所以呢，刚才乔会长也说了，那个我们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梁冠军主席，他也是我们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的主席，他们跟交通部，我也跟他联系过，所以他说也说了，他很想回来，但是没有时间安排不了，所以他委托我来代表他，代表广东社团联合总会向运动会赞助一切面这个中美国旗，还有建筑200支那个礼盒花炮，走，谢谢谢谢，走，预祝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好，谢谢我们副会长，对，他说要赞助，那我就听得很高兴，还有，我更高兴，谢谢你。下面呢，由我们那个侨联会的副主席王建英也是我们这个侨运会的那个负责人。那我们这个侨运会的负责人，他每一年的那个侨运会都是出了很大的力量，所以让他来谈谈他的感受。谢谢。大家好，非常高兴这一次第三届呢，这个运动会第三届应该是在前两届的基础上越做越有经验第一次第二次的话一直在摸索中进行，这要非常感谢纽约各界侨团在座的各位的大力支持今年我们会做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我是负责游泳的有这个喜欢游泳的，不管男的女的青年组、学生组、老年组，我们都有比赛，
等这两届了，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有游泳比赛的，还有女子这个田径项目的啊，这个请向我报名，谢谢大家。那给这个艺术主持。好，下面呢，我们有请我们侨联会的易基军副主席给我们发言，大家欢迎。首先，我是被任命为赛事总指挥啊，但实际上呢，体育运动会强调是什么？应该强调是比赛，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是说，整个一个活动由那么多项目组成，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每一年哈，都是需要依靠许多就是说无名英雄在后面流血牺牲来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啊。说实话的话，在前面呢歌功颂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太必要，实际上是需要大家都能够为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贡献一些力量，对不对？那虽然我是负责赛事的哈，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运动会各种赛事的，希望能积极报名啊。同时呢，我也是负责篮球，我本来也打篮球。那如果有朋友啊，知道有篮球队，他们有兴趣的话，也希望跟我来就是说来报名啊。这次我们篮球呢，可能就是说会打得比较。参加的队伍可能比较多，那么就是说也许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可以给一些奖励啊，希望大家这次呢都一起来为我们社区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贡献啊，希望能够圆满成功啊。我说两个。我们的张宝清，我们这个保安组主任，保安组的。对，这我负责那个义工啊，谁要那个爱心的、献爱心的，先向我报名。义工，还有我需要那个一个国旗班的、啊，我要需要六男六女，咱升国旗。就这样啊。我搞这个。OK， 下面对我们刘东明啊，刘主席来讲话，欢迎大家欢迎。今天非常高兴啊，我是刘东明，也是华人华侨联合会的共同主席，是这个美东这个运动会这个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以来，一直是。在这里参与者以及支持者，这一次呢，我是心情特别也非常高兴，因为看到这一次来的这些嘉宾，还有这些参与者的，都是有一半是新面孔，就是说我们这一届的运动会啊，预祝是又会被非常轰动性的啊。那我作为这一届又是这个后勤部就是马关负责所有的这样的水
和订餐，还有一些一些现场的一些这些杂事，所以我希望呢我能够把这个第三届这个事情呢，能把它能够承担起来，因为每一届我们第二届，我记得这个所有做完运动会以后收场啊，那都是我们啊，还有这个 Nancy 啊，都是你看，还有张宝新，都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用具、讲台和以及那个水啊，都是我们在收场送到这个仓库里面，也是很辛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希望后勤呢能够积极参加，有些志愿者来加盟起来，把这个运动会做好。哎，志愿者来做，以前打电话，任何一个电话都。因为我们这一次希望多拉动一些生面孔，因为你看，像我们法兰盛这个城啊，你走到街上，哇，不得了，全是新移民，我们要动员起来，我们要拉动这个有这个健身的意识，然后再去打工，啊，那有了强壮的这个身体。那么打工呢也很愉快，所以我希望呢每个人都是呼吁所有的新面孔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啊，其他的我就希望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啊。运动会好，谢谢刘东明主席啊。下面呢我们先请我们的许乐道，我们这个网球的这个总召集者发言。大家欢迎各位嘉宾、王主席、各位侨领好，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哈。就像你们刚刚说的，我们这个侨运会啊确实很不容易哈。这个平台啊确实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平台，是不是？就是我们华人呢在美国能够有这种扬眉吐气这种平台 ，OK， 那我们也能够同时呢，就是说锻炼身体啊，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哈，那个生命在运动哈，所以呢。今年啊时间过得很快，已经第三届了啊。然后呢，对，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一些，就是说怎么把这个赛事办得更好的一些方法。然后呢，也就像你们刚刚讲，确实非常需要各方面的支持 ，OK， 人力支持 ，OK， 那个那个钱的支持，应该是说钱的支持，财经支持，好，所以那个那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多了几个项目，比方说羽毛球，是羽毛球实际上在华人社区里面是很多人打，然后那个对崔先生Jason 崔先生要帮助我们那个料理这个羽毛球赛事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羽毛球赛事可以召集不少。啊，我是主要管网球赛事的，然后呢，我们这网球呢是这样，就是说呢，新移民的人呢打网球比较少，网球一般就是说是美国这边打的比较多哈、啊。然后呢，我们去年是团结了周围三州，纽约、纽泽西还有那个康州，那今年我们争取就是说，要扩张到五州去哈、啊，包括宾州和麻州。所以呢，你们呢有兴趣学网球的人，特别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在这之前呢，也会举办一次网球免费的这个活动，让各位朋友能够尝试到网球的这个 OK 的打法和这个到底网球是怎么回事，好吗？好，再次感谢，谢谢，预祝我们第三届美东华侨运动会取得更大成功。谢谢我们的许乐道。下面有请我们侨联会的那个副主席，我们肖胜安副主席讲话，大家欢迎。谢谢刘炳华常务副主席给我这个机会。尊敬的乔丽华主席、郑思琪主席、各位会长、各位侨领、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次是我们侨联会办的第三届运动会呢，我呢非常的有幸可以和张宝新团长一起统筹志愿者的工作，也希望广大的侨胞能够拿出一些时间来参与志愿者工作，把侨运会办得更好。我个人
也仅代表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马约会长，代表活动会的全体会员，衷心的祝愿侨运会在乔锦华主席和各位会长的共同领导下能够办得越来越成功，也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下午，也祝愿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请下面有请我们这个宋永健，我们共同主席梁希宋发言，大家欢迎。谢谢在座的朋友们。首先呢，我觉得我应该替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华侨的会员们感谢牛红主席的第一个报名，而且给我们共同的这个赞助了最高的款项，还有正式习主席，给他打个掌声。第二个事情呢，我们介绍已经是我们的侨运会的总顾问。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新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大马会的会长，美女会长，好不好？好，我想说的就是替大家补充的，我们一定要，刚才这个江会长说了，他参与了我们的义工，张部长，你们两个人，以后我们侨联会不仅仅说我们开一次运动会要义工，我们要有一个义工团。对，要在华讯的华人当中，我们年老年少的学生都参与我们的义工团。我们需要大学生的时候有大学生义工团，我们需要老人家的时候，我给你组织来老人家义工团。我们需要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放气球、打鞭炮，我们需要义工团。这个义工团成立起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做，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开会需要十个干完活没事了。不是，我们平时要把大家组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华人侨团联谊会以这个义工团的一个光荣和一个荣耀，好不好？好，希望大家每个人支持。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来参与，好不好？好。然后我首先让我的孩子也来。对。我首先让我的孩子来，到时候给你来扛奖杯，不光荣嘛，对不对？拿不回家，不能给大家。是拿回家。对，我拿不回家，我能给大家。好，我首先我非常高兴，我也非常这个自豪的能够在我们华人社团里边，一直从我来到美国做义工，我也听过杨主任是我认识最早的了，十多年。对，那个还有真的这个王会帮我，真的这个王建英主席也是很早了，所以我很高兴能够给我们这个在座的新老朋友们，我们共同的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把我们的侨运会办下去，而不是为了一个名声，是为了我们华人能够高高兴兴在纽约，在国外没有亲戚没有家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家人，我们能够在这儿很高兴度过我们自己的丰富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林会长，我告诉你，我们俩是共同成长，他成会，我们一起走路的，虽然不敢拉手，但是一直是走路的。是真正看到了每一个人付出的一点一天，这个是不是在说的？我南希说的就是实话。梁老师，我们俩共同为我们的社区里的老人中心义务演出，对不对，梁老师？付出时间，工作的时候我们上午出来，好不好？我最后一句话就是祝愿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在我们的运动会第三届，一眨眼三届都敢想，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三年过去以后打下基础，四年大学毕业，第五年的时候走向全世界，好，好不好？好，谢谢梁希宋，充满激情的讲话。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新会员，大马同乡会的Jasmine，讲话，大家欢迎。谢谢大家，我很荣幸昨天就是得到小主席还有刘老师的热烈推荐加入这个大家庭。我很高兴，因为我本身来自马来西亚，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大家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点陌生。我来自新加坡，昨天非常激动。
那这样子，可能很多人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点陌生啊、觉得我们是不是马来人啊，不会讲中文啊等等，其实大错特错，我们都保留着非常优美的中华传统。然后这一次呢，我也很高兴，也很激动加入这个侨联会。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最强项的应该是打羽毛球，对吧？这是世界第一的羽毛球。对。所以我也希望趁着机会呢，把这个讯息带到我们的群体里面，让大家多多加入这个运动会。希望我们第一次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我也非常的很高兴，刚刚乔主席讲的一句话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希望能够把这个很好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氛围传递给大家。好，谢谢大家。好，下面由我们的文艺部长，那个我们艾希力量啊，美丽年轻的舞蹈演员讲话，大家欢迎。非常荣幸啊、代表侨联会的成员之一出席今天的记者发布会啊、然后这次他们的决赛是在纽约皇后大学，正好这也是我的母校，因为我毕业于纽约皇后大学的舞蹈编导系，后来在纽约大学读舞蹈教育系的研究生啊、我在这里预祝这次的侨联会的比赛圆满成功，参赛的各位比赛者都能够获得优异的成绩，谢谢。好，下面呢，我们有请洪山树，我们的李校长给我们发言，因为他带着小孩子，去年是给我们放气球的，他带了一帮小孩子，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侨运会呢一代一代接下去，所以由我们洪山树那个李老师、李校长发言，大家欢迎。大家好。我是参加了侨运会三次的老会员了，可以说我们代表下一代来支持我们华人在纽约发展的这个运动会的士气，因此呢，每一届运动会的时候呢，我都带着最小的有4岁，最大的有12岁的孩子来为咱们这个。运动会加油！助威。所以呢，祝贺呢，这一届呢，我们运动会更加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好，下面最后一个发言呢，是最有分量的，而且做了很多工作，出钱出力。我们的金沈崔发言，大家欢迎。各位来宾，很高兴有机会呢在这里跟大家讲两句。首先感谢曹林华主席付出非常多啊，其次呢也感谢在座的所有的，包括主席台前的这些人，无论你出钱也好，出力也好，组织也好，我们很多的幕后的英雄。在这里呢，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严肃的流血，千万不要流血，在运动会的过程当中，更不要牺牲。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这个焦会长刚才说的这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你想身体健康吗？看我身材怎么样？还可以啊。打球，请你动员你的家人打球。你想家庭和睦吗？夫妻关系和美吗？请你运动打球。 OK， 最简单，哪里都可以打，这个不需要桌子，只要一个空场地，只要风小一点，哪里都可以打球。所以说呢，请你把我们侨运会，把这个运动会推广到你的身边的每一个人，请你的家人，请你的孩子，请你的这个配偶啊，请你的邻居街坊，让他来参加我们侨运会。这次呢非常荣幸，这个乔主席呢委任我为羽毛球赛的这个总召集人，我呢也做了一定的工作。我们纽约最大的华人的这个羽毛球的俱乐部啊，刚才已经来了，他带了几个小孩子专门过来给我们来撑场面啊。这个吴赤斌这个人呢，他不仅是以前曾经是国家队的教练啊，当然了，在这之前是优秀运动员。其次呢，他有非常良好的羽毛球方面的一些人际关系，包括刚才所说的大马的这个最著名的运动员是谁呀？李什么？李宗伟，对，包括林丹等等，这些都是。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您忘了一个，对，还有我们的宋宇，对，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
所以呢，其他我就不多说了，请大家关注我们，然后呢，多来报名来参赛，不一定要拿冠军，就是关键就一个，但是呢，参与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美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参与最重要。谢谢大家。好，还有谁要发言的？对，你来。讲完了，结束了，讲完了。我们的秘书长要讲。其实大家都讲得很精彩的，发展体育运动，生产侨胞体制，这个祝贺祖国七十华诞，所以两项任务繁重。我们希望侨团，联合会的上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战，把两个活动办好。感谢各侨民、各侨团的支持和鼓励，谢谢你们，辛苦了，秘书长。刘副主席，你今天劳苦功高，你必须要讲。